哇，这过程好好治愈啊，就好像地一样。对，你家多片地。对呀、啊，咱家现在有一平方地。你家现在有地了。抚顺有啥好吃的吗？麻辣拌啊。我觉得抚顺麻辣拌没有我在沈阳吃的抚顺麻辣拌好吃。咋可能？就为啥呢？那可能是你去抚顺单专门吃过麻辣拌。对呀、啊，我不是那戏在抚顺吗？你要去抚顺拍戏去啊？你啥时候去抚顺？你回抚顺呢？我得过年回去了，我待到过年前一天，能不能遇上？那肯定能遇上，是不是？我不可能卡着，得上人家里去看看去，都去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人家这事儿，我就问，过年要去我家，完先问我结婚没？他没有能力，着啥急呀？我就这人，我就好你们一会儿再说。我这真是我这张嘴呀、啊，完了，他们肯定要剪这一段。你结婚没？哎，那你过年去我家，哎，还倒着剪呢。百分之百要剪这段。